少的，那 55 就是55个哈。那在中国哈，55个少数民族分布在不同地区哈，那有些省份可能两个、三个、十个、二十、三十哈。那云南呢，云南有50。属于山地地形，所以还有我们要去的石林，它也是自然的风光，自然。
边来，我们团的，我们团的，我们先生。